回来的时候，不管有没有化妆，我通常都会先卸妆。那我们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海洋的卸妆油，或者是我们的玫瑰的卸妆膏，这两个都是我很爱的产品啊。如果说你有比较深的、比较浓的眼妆，那我就会建议用玫瑰的卸妆膏，连眼唇都可以卸得很干净。卸完妆之后，我就会开始进入到洗脸的阶段啦。那洗脸的时候呢，我就会使用这个维他命 C 温和去角质洁面乳。为什么我会强调温和这件事情呢？因为维他命 C 感觉其实是比较刺激的哈，但是因为我们的配方跟我们的成分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效的成分，所以它其实是不伤肌肤的，而且是可以长期天天使用，早晚都可以拿来用哈。那我通常会使用我们的洁面乳呢，我会少许，然后先加点水，先让它产生比较很绵密的泡泡，之后我再拿来洗脸哈。那这瓶洗面乳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呢？因为它洗完除了不紧绷，然后会让你觉得你皮肤有滑滑的，而且很柔软、很嫩的感觉，所以它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洗面乳。那它的温和去角质配方啊，可以让我扫除掉我脸部的暗沉，然后滋润我的皮肤。你单单洗脸都可以洗到感觉好滋润哦。那洗完脸呢，还另外第二种感觉色素，我觉得我的脸好干净，然后呢，感觉毛孔好像打开了，欢迎我后面的每一道程序所要注入给它的保养品。那这个产品呢，使用深层清洁，但是它却不会有紧绷的感觉。所以呢，彻底的把脸卸好妆、清洗好，是我们保养的第一步哈。那